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标股天地，我是陈进。好，今天来到了5月14号，礼拜三了。今天的一个行情，真的是非常的漂亮。漂亮的一个地方在哪边？漂亮的一个地方就是从早盘的一个开高早盘一度开高上涨42点，然后在市场上担心的一个越南的一个暴动的冲突事件，然后随即压下来，在9点45分的一个时候一度翻黑，下跌了5点，然后呢，随即马上怎么样挺住尾盘中场收高上涨57点，这个就是今天这个行情非常漂亮的地方因为把市场上这些短线客不奈何而给他洗出场。那么当这些人洗出场之后紧接下来台股精彩的好戏又即将再度上演了。为什么台股精彩的好戏又即将再度上演了呢？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想想看，过去从2月5号新春开盘当天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老师告诉大家这个机会你真的要好好把握。你有没有把握我不晓得啦，如果说你是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我相信你非常的一个清楚啦。2月5号当时不论是老师跟他所分享的一个股票，我们带会员朋友所操作的一个股票，包括亿家，包括西博，包括建和新，然后再到2月17号的力旺，紧接着3月10号的 F 永冠，3月26号的连结，这些的股票，我相信这一路上以来也都让大家赚得非常非常的开心。然而当4月份台股高峰秀进入了北风圈之后当时候老师就告诉过大家了短线上震荡上冲下行本来就是难以避免 的一个事情所以你会发现到这一段的一个时间大盘就是在这边持续维持在这边震荡的一个上冲下行那么这一条是一个什么月线那么月线目前还在扣底这个位置那么预计在过7个或6个交易日之后它会持续往下来做扣减所以一旦月线能够顺势扭转向上的话，那么你想想看紧接下来台股的行情会如何演变呢？所以你现在要做什么动作当然要好好来怎么样来挑选票股但是你要买对股票才能够赚得到钱如果说你买错股票的话，你还是没有办法赚到钱因此我们在 FB 脸书上我们特别开辟一个标股天地的社团网站。那这个网站最主要是老师要帮大家来分享从盘前重点讯息的一个分享，让你可以充分的一个来掌握当天的一个市场上法人的一个心态跟动态之外并且针对盘中老师也会针对强弱势个股来做一个追踪，来做一个分析让你可以从容的来掌握个股涨跌的一个契机，甚至针对在盘后的一个时候老师还会再针对当天的一个看盘的一个心得，以及未来台股的一个发展个股操作的一个策略建议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虽然因为我们的一个 FB 标股天地的一个社群网站做这件事情老师可说是每天从早忙到晚每天早上7点不到就到公司了然后呢晚上一直可能有时候都到晚上11点才拖着一个疲惫的一个身躯下班回家去甚至连老婆都开始有点在抱怨的。但是老师的一个用心，老师的一个辛苦，无非的一个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来守住大家的财富是为了来帮大家创造一个怎样更棒更好的获利不然你自己想想看像这一段的一个时间，大盘在这个地方上冲下挤，焦灼在8800到8900点，在这个区间做震荡如果你买错股票的一个话，那个情况会怎么样所以你看，老师开辟这个 FB 的一个标股的一个脸书
在上礼拜的时候，老师啊，在脸书上就有提醒过大家啊，针对哪些的弱势股，你要避开。比如说啊，像国统，比如说像国统，你今天如果说你拥有，你是我们的一个社团成员，或是我们的一个会员家族一份子，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当你知道它有下杀拉回的一个危机的一个时候，我问你，你会不会去买？我相信你不会，除非你不是我们的会员，除非你不是我们标股天地的一个社群的一个成员。我相信所有的一个投资朋友，包括我们会员朋友，大家都有目共睹啊。包含什么？包含创维也是一样嘛。在上礼拜老师也提醒大家，像这样的股票转弱，你要小心啊。你看这样一跌下来都是两成哎，你不要小看两成哎，这八万、二十万，短短四天的时间你就不见了啦。嘿，对心肝呢。好，所以啊，老师是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一个投资朋友啊，包含风车类股的一个台新科也是一样啊。你看这一波啊，这种股票怎么跌下来的？哦，跌得多深啊！从五字头跌到剩下多少？剩下三字头哎。还有什么？还有5261的一个创捷，哇，跌得更凶啊！你看从147块一路跌到剩下破100块，到今天才出现一个反弹。当你能够知道，当你能够掌握的时候，像上述这些的一个弱势股，甚至包含许多的一个弱势股，我相信你都能够避开。我也非常的一个恭喜大家。那么除了上述这些的一个弱势股之外，那么盘面上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值得你来投资，值得你来布局呢？比如说啊，在这一份的一个怎样？上礼拜老师跟他所分享的一个怎样？这一份的一个脸书上跟他所分享的强势股，像嘉泽3533的嘉泽这样股票，你看，如果说你知道的话，那么嘉泽这样1、2、3，3天涨停板，你开心赚呐、你开心赚呐、包含什么泰国，你看今天涨停板，今天又亮灯涨停板了。老师什么时候就告诉过大家了？在上礼拜的时候就告诉过大家了嘛。包含 F 茂林也是一样啊。你看，都是现阶段最为强势的一个股票，现阶段最为主流的一个股票。而这些的一个股票，是不是都是老师在上礼拜的时候在脸书上就跟大家掌握到了？我相信，只要你是我们的社团成员，或是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包含3548的兆力、枢纽之王的曹国舅，这档的一个股票，老师不只是在上礼拜的时候在脸书上就跟他做分享，甚至啊，在4月23号老师所免费送给大家的8仙过海金标股资料里面，老师就特别跟大家提醒过这一档。我相信当时候有打电话进来索取这一份的一个资料的一个投资朋友，你也都可以帮老师来做见证啦。我相信像兆力啊，这段的一个时间呢、市场上没有一个老师告诉你他哈，但是谁告诉你？4月23号老师就告诉你，很多人都是看到大涨上来了，看到涨停板了才告诉你去追追追哦，结果你去追昨天杀下来跌停板嘛。你情何以堪呢？但是你看，4月23号告诉你，4月25号36.5块，然后一波大涨上来，我们不要贪嘛，这样一波多少？3成啊，一次3成，2次3成，3次3成，100万，你的资产马上累积到200万。但是你要跟对人啊，才有用啊，那么包含的一个什么？生技类股的基亚，特别是我们在昨天的时候，老师特别免费送给大家这一份第二季台股悍将，针对台北股市1500多档的一个股票，老师帮大家挑选出就5档。我说过，能够带你赚钱的股票不用多了所以老师帮大家挑选5档，在第二季最具爆发潜力的一个股票。那你可以看到基亚这一档的一个股票。当时候4月30号来到363，
就算你没有买在低档上，但是来到363，不论是在5月1号台北演讲会场上，甚至在脸书上，老师也告诉过大家。那你看，当你知道的时候，从363块再一路飙涨到474块，这样100多块的一个价差，你是不是又能够开心赚？来到474块的时候，老师又告诉你，在这个地方你要小心呐、啊。你要小心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进去啊。当你有听进去的时候，这一段的价差你都可以避开啊。当你避开的时候，昨天来到378块的一个时候，你可以看到量缩价稳又即将起飞了。所以昨天老师特别送给大家这一份第二季台股悍将啊，里面其中一档股票就是基亚。为什么基亚能够这么的一个飙？我相信你今天你见证到了嘛。你昨天拿到这一份资料，今天马上就怎么样？现买让你现赚涨停板，为什么它可以那么的一个强？我想节目时间因为有限的一个关系啦，可能在节目上哦没有办法跟他讲的非常的一个详细。你想进一步了解没关系，你把电话拨通，哦老师亲自来告诉你，我来告诉你未来的一个基亚它的一个商机到底有多大，未来的一个基亚它的一个股价爆发力到底有多大。包含着你可以看到啊，软板之王的一个嘉联益也是一样啊。上一次啊，第一波我们带会员朋友啊，先赚，你看先大赚27%，将近30%。这一次拉回来的一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人都说哇，手机获利不好，因为手机获利不好才会拉回嘛。但是拉回的时候，各位啊，能不能够把握啊？相信会员朋友大家都有目共睹。又是现买又现赚了哈，你可以看到啊，你看低档带你买，高档开心获利换口袋，拉回来再带你买，又现买又现赚，包含什么？宝剑之王合一也是一样。你看大涨上来，很多人告诉你啊，但是谁在低档的时候就跟他做分享？4月23号老师送给大家宝剑之王，你可以看到这样一波大涨上来，也都有30%以上的一个获利。让大家可以开心获利换口袋，甚至包含的一个什么风电之王的一个 F 的一个永冠也是一样。你可以看到这一档的一个股票，第一波先转了115块，一路赚到166块，然后拉回来的时候，5月5号从137块半再一路再赚上来，高档获利出拉回来，然后今天呢？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老师的一个操作，啊，我相信啊，大家都有目共睹了。那么谁会是第二季的台股的悍将呢？啊，如果说啊，你想要知道，啊，不想错过接下来的一个飙股飙涨的机会，啊，那么老师这一份第二季台股悍将千飙股的一个资料，啊，老师今天特别开放一天，啊，跟大家啊一起来做分享。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你想要来掌握飙股大赚的一个契机啊，我们也很欢迎大家可以利用广告中的一个电话，跟我们线上的一个拟真人员啊来做一个索取的一个动作。最后祝大家操作顺利，我们下礼拜一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